你们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贱卖台糖的土地，现在还欠国家1亿6，要不要去追？到今天不敢回答。啊、那个人那个还是大佬哎、欸。啊，你不要跟我说吴乃仁没有钱，吴乃仁没有钱可以出入酒家、抱大奶妹，出入都是高档的餐厅，还有车子送他。你们新潮流也不要装跟吴乃仁不熟，吴乃仁偏偏旁边站的是有奶的人。